1月15号晚，邓超在网上晒出一段视频，并配文：“童言无忌是真的吗？”视频中，他问等等和小花是不是他们的爸爸，没想到却被一对儿女无情的拒绝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是不是你们的爸爸？不是。我是不是你们的爸爸？不是。好。OK， 可想而知邓超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不爽，竟然被儿女否认亲生爸爸的身份，也难怪超哥自己抢占沙发位留言不爽。好， OK， 太无助了。芒果乐新闻，孙俪应该想打人。报道。